佛家所谓的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啊，你能带去的什么呢？能带去是你的业。啊，你的善业。帮助你生三善道。你的恶业呢，帮助你去生三恶道。啊，通通都是往生，到哪里去往生？个人有个人的业报。啊，所以你是独去独来。啊，再恩爱的夫妻，两个人造的业不一样，去处不相同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去处可以相同，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早年慧远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，啊，圆公在庐山东林建念佛堂。志同道合的123个人，个个都往生。往生当然不是同时，有先有后啊。啊，后往生的人，弥陀来接引呢，都看到先往生的人跟在阿弥陀佛的旁边，一起来迎接他。啊，这就是说明啊，命中捐妻还可以在一起，大概只有极乐世界啊，除极乐世界之外啊，就不可能了啊。那么你自己的恩爱眷属，你要是明白了觉悟了，确实只有这个办法，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啊！怎样才能够真的实现呢？那就是每一个人心里头都要把阿弥陀佛装进去啊，心里不要想别的，通通想阿弥陀佛，我心是阿弥陀佛，你的心也是阿弥陀佛，他的心也是阿弥陀佛，这就是圆公东林莲社当初的办法。啊，个个都往生了，在这个世间，大家聚集在一起修行，到极乐世界也聚集在一起修行。这是一个可靠的方法了啊，我们永远不会离开啊。最近我看到有几封信啊，各地的同修们啊，希望有缘分呢跟我在一起共修啊。今天我把这个方法传给大家啊，确实可以永远在一起啊。那你的心里头要有阿弥陀佛，不能有净空法师，有净空法师不能往生，有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大家记住，有缘必成。